哎，对，我这是是胡同的。人是过来了。哎，我这有胡同看看。还抽烟的，你抽烟的。好。你好，胡同啊。哎。小鸟哥是吧？哎。可以，我到这里看一下。啊，这个你们是什么时候的？哎，一个人老古董。老古董。那个借条那个。老祖父留下来的。哎。我操，这个东西你们家都有啊？你们家是哪里的？哎，农村啊，哪种啊，搁那个。哦，好远，农村是吧？嗯。那你们怎么找得到我这的？听别人说是吧？哎，听别个姑这个道。哦，那辛苦了，一壶茶吧。哎，开了的了。开了的，嗯。看不出的喝的鞋子的。好的，我去看一下啊，好吧。嗯。先不急啊，我看一下啊。嗯。你拿来做衣服过来，在这里啊。嗯。那里面还有衣服耶，有竹子。这是那个时候小孩子在那里玩球啊。是耕田里面的小孩子玩球，这也是一个香炉的，哎，老板，哎，这个是个香炉，我的一个，是一个耕田里面的东西啊，这东西不错啊，是开门的老货，但是这上面还是都是念了啊，有点粗糙，这一件就还可以，这个我那个，因为你给我送过来的东西呢，我也不挑剔，怎么是好就好啊，不好就不好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对。双硕，这个是一个香炉啊，这是下面你也知道的了，这个屁也没用的了，这是你钱能捏制的啊，钱能捏制的啊。还能干这个嘞？还能干这个？嗯。写的卖吗？啊。你写的卖吗？反正也没有算的，要去挣点钱吧。嗯。干嘛要钱嘛？你们不是赚钱嘛？小孩子读书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刚才又开学了啊，十号左右就又开学了啊。那个怎么又几斤？这有一斤吧嘞，这个差不多。没有几斤啊。有一斤吧，重了，有一斤吧，重了。这个差不多一斤多啊。这个也有八鸟七八鸟，嗯，这鸟这东西还是也没得话说哈，东西都是开门的老东西，也很漂亮啊。嗯。看下来是这个，而且还是那个乾隆捏制的啊，乾隆皇帝的东西。我看一下这个尺寸也还是蛮可以啊。十公分呢。嗯，对，这个高还是蛮高，这个宽的又是八九公分，嗯，高的话也有十来公分。这八九是，可以。瓷器就是有点粗糙。家比较久了哈。哎，捏的久了是吧？嗯。这样子呢，这个东西按新卖的话，大概有什么价位呢？鸟件6000块钱去了。这个鸟件一起6000块钱。6000块钱的话，像这一件，我最多给您出。出个1000块钱这件，因为这件比较粗糙啊，东西比较粗糙，虽然是完整的，但是还是发根啊，这个油啊都是比较粗糙的啊。这一件的话，这吃就5000块钱啊。哎呀妈呀，这一个也吃不到那么多钱嘞，这一个我给您出3000块钱，这里一起就给您4000，好吧？4000块钱的话。大概我们这个，因为这个现在行情不怎么好。过了4000块钱就值了。你值啊？嗯。不卖。嗯，过了。那就这样子了，你一起4000啊，加这一件5000的，没人发您的价嘞，只发了1000块钱嘞，也没人发您什么价位嘞。6000块钱的话，
也要稍微少一点了，是吧？一个来冲的，一个干一个不行大棚啊。不行不行，舍不得。个这个。这还是要6000块钱是吧？一起。行，那先6000这个。那就5800是吗？你想包目的包5800好吧？好一点点。因为现在我们说实在的，行情价也不好，买了也压在这里，东西也不敢高价或是的做死的收割，也不敢这样子。那我就转给钱给你好吧？好一点一点一点。也有5800块钱啊。行，那5800块钱，你数一下。5800块钱。对，你数一下。你说呀，我能说的。那钱还是多没收，收进来没事的。你说，看我说的是吧？看那就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收回来的啊，老板？如果家里有合适的东西，还都我都收回的啊。价格也是合理的了，好吧？感谢了啊，好走啊。